好的，钥匙穿瓶是怎么做的？普通的钥匙可以看一下，它是绝对不可能拿进去的。那么接下来朋友们仔细看，我拿一张纸呢把它盖起来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仔细的看一下哈，钥匙呢它已经进去一半了哈。那么接下来仔细看，千万不要眨眼睛了，在这个位置一二三，它就可以瞬间的直接穿越到里面去。好的，是的，没有看错，没有搞错哈，钥匙是完好无损的，看到吗？这招怎么做了？教学了，原理非常的简单哈，朋友们。当然，它可以进去了，就可以把它拿出来哈。好，我跟朋友们讲解一下它原理。其实啊，这个叫做魔术钥匙，看上去跟普通的没什么区别了。实际上它是这两边是可以折的，看到了吗？那我们在表演的时候呢，啊，只需要跟观众去展示，它是绝对进不去的。手折起来的时候，只需要把钥匙一折就行了哈。好，那么这个时候用另外手了，直接的快速把它拍打下去，跟观众直接去展示。可以看一下，钥匙是完好无损的，它拿也是拿不出来的。好，效果是非常棒的，观众看不出来任何的瑕疵，非常的牛。好的，你学会了吗？左下角有同款钥匙哦。